狂暴一刀打不过别人，那巧得很。帮我抢一手亚瑟，我这把绝对乱杀。还不明白吗？我是说我刚才怎么打不出伤害，铭文带错了，里面要是吸血要是攻速的，尴尬。等我，你在闹？哎，你要斩杀不咋雕？我醉了。别打了呀。又是刚才的剧本，你错了没？你以为有大就打得过我啊？你再送还不明白？我卡了一棍，这个猴紧张了呀！我要回家吗？给我个药包，我就不回家。你还不懂事儿，这一波连控你敢相信？这个暴君都站在我们这一边，这还能不赢？暴君，看明白了吗？小妖猴，
上去刚他，他以为自己可以。哎，过来拿这个呀，他陪着我拿好快的呀，他为什么要拿鸟啊？他拿鸟就算了呀，你到底要怎样嘛？你到底打不打？你打就好好打。嗯，快刷快刷，两级二技能后面主一，好吧。我们亚瑟刷也很快的。刷一波刷一波，先别管，把陨星什么弄出来。你这一波刷完就是走到哪杀到哪，懂我意思吗？好了好了，这一波刷完毕业了。从后面开始他们就不停的死了，让你感受一下亚瑟强大的支配能力。陨星有了呀，守塔，反蓝，你动你二技能还不明白？人呢？你过来，你挺跳的吧你啊，觉得自己有伤害。就这波极限卡位一套技能抬他走，这不暗影战斧做起来啊，我会不会玩？是不是走到哪杀到哪？直接宗师之力好不好？就做爆发流。这个猴子敢看我一眼，你们敢拿？还追？还追？你追他是不是两刀还捏了个大招？然后呢？你以为你又可以了？好，这一波一技能吃药补兵剑，是吧？补兵剑逃跑，一技能小拉走位，二技能烧他两下，他这边这给我个大了，哎呀，大招！哎，我这冲天一剑。这没大下来呀，有点伤。我大下来，我感觉我不会死。无所谓，好吧，依旧乱杀，做肉还是输出，输出。蓝 buff 还不明白，这不一技能我是直接打，快跑快跑快跑，吃口药，小拉走位，回头一刀，还在输出。马超过来了吗？是你，怎么讲？这不打不下来就算了，要一手惩戒一刀，他闪现到我脸上了，直接一串子弹打死了。先刷兵线，我要继续拿我的蓝 buff 了。
好了，开始有宗师之力了，我整个人都飞起来了。这妖猴岂能与我一战？你有事儿吗？还输出？怎么一技能过去？一刀大招，一刀！哎，人呢？好家伙！感受到这个兄弟的伤害了。搞把破魔刀，想做破军，但是我单秒没有意义，他们那边输出点位太多了，你杀了一个还另一个，我不能冲到前面成为这个诸葛亮刷大的工具，所以我们该做魔抗还在做魔抗，但还是要保持一个输出，好吧。是不是要跳棍？这个兄弟敢打我，上路。你在闹？哎，补兵这里补这个鸟啊！我真的是醉了，这个判定逻辑真的急死我了。你追他，吼大招有用。别，我们这个兄弟要是带着干扰就好了。追他，反手一二技能追，小拉走位一技能，剁你的塔。肯定是直接开暴君呢、没事儿，我在。你敢过来？你还过来闹？老弟，爱了吗？还有你，怎么冲过去？要站在这里才能跳下去，上面那个坑，有事儿吗你？敢回头？先位移过来，我的一技能，你非要留，我就给你一刀，怎么啦？我在一技能冲过去，他把我吼开了。一二技能，你追他，那就是一刀，谁敢上来？还追？你追错了没？这一刀，还有没有人追？赶快下来！你还挺跳的吗你？把他一屁股外面坐死了呀，妖猴！你怎么回事？怎么回事？哎，我这一刀怎么没砍到？二技能一手惩戒，
挨他一刀。错了没？买个装备，一技能，二技能，一刀，带下路。我就是翱翔，还舍不得走。这不一二技能，先砍这个塔，推到脸上，拉走位。一技能活下去，反手过去，给一刀，给大招。点塔算了呀，兄弟。点塔呀，别浪了呀。他想大我，我笑了。就小跑位反复一刀，找到机会再给大招，好吧。这不充满了灵性。希望大家多多关注，多多转发，拜拜。